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青春。画得不错哦，废话，艺术。如果小玉抽中黑牌的话，你就跟他约会一次。你跟他说明天吃排骨饭。哇靠，好肉麻哦。人长大了就会改变。那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 妞弄咖啡馆，未来电影台，青春献映。